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深圳灣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橋管制站，聽取相關部門匯報回港易計劃運作情況，並實地觀察市民入境的流程。有意使用計劃的市民需要經網上預約系統預約回港日期和取得有關口岸的使用名額，並在出發回港前24小時之內將有效新冠肺炎陰性檢測結果透過粵康碼或者澳康碼傳送到衛生署電子健康申報系統，以取得綠色二維碼，入境香港之後就可獲豁免強制檢疫。因為沒人處理過呢個咁大嘅疫情，影響呢個跨境嗰個人流，所以就係多謝大家要應變，成日都會有啲變嘅做法、變嘅程序，希望大家應變。咁喺市民習慣咧，希望大家咧就耐心解釋俾佢聽。林鄭月娥得悉，回港易計劃實施至今大約一個月，已經有近20,000名香港居民從廣東省或者澳門透過計劃回港，而獲豁免強制檢疫安排。他感謝管制站內各部門同事妥善執行口岸防疫措施，保障市民健康。